2010至2011學年小學暨幼稚園畢業典禮現在開始。今日出席的嘉賓有澳門教區黎鴻星主教、教育界中年代表黃建基教授、副教授、政治教授李宗明教授、澳門大學陳培強教授、黃秀斌先生、黃耀群教授、梁建基教授、郭華東副校長、陳記怡校長、鄧華禮校長、黎敏賢校長、校長助理黃基先生、連依清西女、范桂芳西女、鄭美英女士。自信以及最真挚的友情，还认识了天父的爱。藉着这一份爱，使我们懂得以爱还爱。天父，毕业标志着的是一个学习过程的终结，在这一刻向前是展望将来，回首是回忆既往。今日我们在领取毕业证书的同时，除了感到高興和滿足之外，我們都會秉承己立立人的孝訓，面對新的生活和挑戰。天父，求你繼續降福我們學校，祝福我們的師長，讓他們繼續春風化雨。現在讓我們一起向天父禱告。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刚才我们的同学
定祈祷，求上主祝福我哋，使到我哋学校继续能够喺上主嘅照顾之下，去同各位家长合作，照顾你哋交俾学校嘅细佬哥，等佢哋能够出嚟向自己嘅生活挑战。我觉得呢个思想可以系我哋学校共俾在座各位一个共同努力嘅目标。人生喺上主嘅照顾之下，系有长好长好长嘅道路嘅。冇人能够确定我哋自己听日、最近嘅将来或者远啲嘅日子。我哋将一切交俾上主。我哋嘅细佬哥，你哋嘅子女，要经过一个漫长嘅岁月，渐渐成长。而身为学校嘅老师、校长、主任等等，系要同大家一齐合作。我哋合作唔系孤军作战，我哋系主教学校。今日我哋嘅主教教会嘅领导亲自嚟到呢度，去见证一下我哋嘅工作，唔系话嘉许我哋嘅成果，而实际参与我哋嘅工作，俾一啲指示，俾一啲评价，俾一啲鼓励。要佢身为教会嘅领导人，佢亦都唔会忽略对我哋嘅照顾。除咗学校，我哋嘅教会嘅参与之外，今日我哋喺报章上睇到教青局同埋政府为所有嘅老师、所有学校去研究点样去保障教学嘅条件，目的系使到整个澳门嘅学生能够做一个和谐嘅、共同努力嘅、有保障嘅教育之下去成长，将家长交俾社会嘅细路哥，好好咁样送翻俾你，睇俾你整个家庭能够做一个好有希望嘅，同埋好和谐嘅气氛之下去成长、去生活，去共同分享上主俾你哋嘅呢个家庭生活。有父母，有子女，有工作，有前途，有将来。我哋学校工作可以话，大家会欣赏一点咧，就系我哋嘅老师悉心嘅照顾。欣赏唔系话冇瑕疵，欣赏唔系话冇缺陷，但系呢份热诚，做得足做得唔足唔紧要。因为每个人能够保障自己的工作是十全十美，但这份努力我们很欣赏。因此我们不想挑剔任何工作的细节做得够不够，但我们会包含，正如刚才我们的同学说的，天父给你这份爱，懂得爱自己，懂得爱别人。爱别人不是排斥别人，一个人不是只是好的我接受，但我怎欣赏别人不好的地方？两方面，一方面用回做教育自己的教材，他不好我应该怎样去做呢？他不好是不是真的不好？因为个标准不是那么容易落个标准的。所以我们整个教育是什么呢？是对一个学生他本人，我们尽量去设法去认识这个学生是怎样，用回我们所有的能力去鼓励，去合同佢合作，同佢一齐去帮佢成长，唔系改变佢嗰个人，系信佢嘅性，帮佢成长，成为一个某人之所以为某人，夹喺夹，越喺越，唔系改变佢，系帮佢成长。呢个系好高嘅理想，亦都系好尊重嘅做法，但系有好多困难嘅。刚才我就教出佢代表邝文基先生谈过少少一个教育嘅问题。政府系好照顾我哋，大家都知道，但系俾我哋嘅资源
我哋點樣善用咧？啊，呢個係一個問題。所以唔係一個物質嘅條件可以幫助我哋解決問題。比方呢個大露台係咁舒適嘅，唔係最理想，但係好舒適嘅。但我同郭先生講，呢個唔係喺商業嚟講不成比例嘅，因為支出太多啦，係蝕本嘅。講句俗啲嘅説話，但係如果用一個角度去睇，係服務嘅，或完全冇價值。呢個喺主教嘅領導之下，我哋教會要貢獻一個咁嘅地方出嚟，係為社會服務。咁服務之中一定有好多大家唔同嘅評價喺度，咁啲就要大家要愛去包容，用協助去接受去尊重。咁你社會先係和諧嘅社會，凡一種價值咧，唔係絕對普遍嘅價值嘅時候咧，就有好多爭辯。爭辯之中就用我哋自己去承擔、去接受、去改善、去合作等等。所以今日我多謝大家嘅美麗，見證我哋畢業同學佢哋多年嘅努力，見證我哋嘅老師對同學所付出嘅心血，見證我哋嘅教會特別主教喺好多嘅層次之下，點樣勸勉咗我哋、鼓勵咗我哋、幫助咗我哋，特別俾一啲好好嘅一個領導。多謝政府同埋我哋合作，唔係只係為我哋呢間學校，為所有澳門學校，無論乜嘢嘅層面嘅學校，佢都好正面而好大公無私咁樣。固然好多批評唔緊要，呢個就係社會，所以我哋喺一種缺陷之中，或者一種個人嘅得失之中，我哋要共同努力嘅。呢個就係剛才同學所講嘅挑戰，挑戰我哋自己。點解我唔可以做更好嘅嘢？挑戰自己嘅能力，我要對自己有個信心。呢個都同學剛才提示我哋一個思想。挑戰我哋同別人嘅相處，點解我哋唔可以一個和諧嘅社會？挑戰我哋自己，點解一定要抓住我自己嘅利益？因為放棄個利益，成全別人，一個高高嘅理想，就係需要我哋共同去努力。好多謝上主俾呢個機會我哋去工作，好多謝上主引導我哋去喺艱難之中去挑戰我哋自己，亦都多謝各位支持我哋，特別各位家長，我希望你哋能夠得翻你哋交俾我哋嘅細路哥長大嘅時候，你覺得啊，我哋多謝上師，佢教育咗我子女。雖然間唔係十全十美，但係佢識得尊重自己、愛惜家庭同埋珍惜佢嘅人生。求上主祝福我哋大家共同努力，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工作愉快。教育成校長。請教育暨青年局代表郭勸基學校督導員致辭。今日好高興有參加呢個盛典，可以俾到一個機會，讓我同大家分享下各位畢業嘅喜悅，見證各位同學努力嘅成果。畢業可以話係人生嘅重要里程碑。它標誌著一個階段的完結，亦都標誌著一個新階段的來臨。在畢業典禮上面，首先當然要恭喜的就是各位畢業的同學，你們透過了你們的努力邁出了成功的步伐。人生是一步一步地走過來，每人相信各位同學今天所邁出的步伐，對於大家漫長的人生是重要和寶貴。聖若瑟教區中學具有80多年的80寒暑的辦學歷史，以共同成長的學習理念，力求了解學生的差異，肯定了學生成功的可能。我們付出了愛心、耐心和信心的智慧，
多年以來發展教育不遺餘力，再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在此謹表達我衷心的敬意。同時亦都要恭賀長期支持和照顧我們同學的 家長和所有的教職員工，因為透過你們悉心的指導和關懷，幫助他們成功地邁向另一個人生的階段。有人說我們的孩子將會生活在一個比我們學校快幾倍的未來世界裏面，這個快幾倍是意味著在一個急速的變化當中，這個社會的急速變化。他們說我們今天如果不是生活在未來，那麼明天我們就會生活在過去。我們如何，我們的教學人員如何教導我們的學生面對著一個我們自己都未見過的未來世界，又如何教導他們去運用那些未有的科技、未有的知識去面對著一些從未見過、還未出現過的問題。對於教育工作者來說，的確是有很大的挑戰和使命。對於同學，童年往往是給我們留下最美好的回憶，但是沒人可以永遠留在孩童的階段。我們知道幼稚園對兒童的成長是影響深遠，我們的孩子能否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在這個階段是甚為關鍵。在這個階段裏面，小朋友的好奇心和想像力是學習的最佳動力，希望你們在升到小學之後可以繼續培養喜愛學習的精神，有效的學習。要有有效的學習，首先就要對學習產生真正的興趣，自發地追求知識，而不是只是為了將一個等級或者一張成績表。我們相信我們可能是更加應該注重我們學習的經歷多於最後的成績。各位小學畢業的同學，你們將會進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進入中學的學習生活，面對著心智成長的重要階段。一方面，各位可能對自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對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觀點，但另一方面可能對很多的事物仍然不甚了解，甚至有時有些迷惘、彷徨不安的感覺。在人際關係的處理上面，有時甚至會出現手足無措，不知道是否應該隨波逐流。我希望各位家長和同學能夠積極地面對這些成長周期裏面所出現的問題，希望家長可以花多些時間了解我們孩子的需要，多聆聽、多鼓勵。同學們亦都可以多向我們的父母、師長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憂慮，坦誠的溝通，打破隔閡，問題總是可以迎刃而解。在新的學年，各位同學可能要面對新的老師，可能見到新的同學，可能見到的都不是我們熟悉的面孔，但是無論如何，我們一定可以憑著信心去面對和適應。最後要祝願各位同學有一個愉快的暑假，升學之後都可以享有關心、豐盛和充實的學習生活，亦都祝願各位生活愉快、家庭幸福。多謝。秩序六，授牌，有請嘉賓上台。四後，幼稚園畢業證書，請朱輝林主任宣讀畢業生名單。2010年度
幼稚園畢業生共有22人，劉巧瑩。李子傑、李欣彤、胡淑欣、周海蘭、何子希、鍾偉豪、霍浩然、廖京瑤、李康寧、楊文浩、段毅、馮家俊、劉子聰、陳子軒、黃力月、張燕斌、趙宇軒、潘子樂、潘宇聰和劉俊鵬。
鄭澤芳。陳允如。林志豪。戚文傑。羅君怡。梁以邦。鄭俊賢。小六畢業生一共有25人，畢業生計有陳青、李可橋、廖千瑩。
梁俊培、岑富安、同埋雷兆康。颁发奖项由教师局送出，颁发给六年级中
成教育暨青年局代表郭慶基學校得到員頒發獎項。得獎同學吳嘉嘉同學。頒獎嘉賓與得獎同學拍照留念。開發科海清華獎，這個獎項是頒發給小學各級電腦科成績總分最高的同學。請四市學校李秀明校長頒發。得獎同學有小一方思雅、小二何子睿、小三馮朗軒、小四陳健、小五陳嘉賢、小六月司徒樂兒。郭慶基先生，尊敬的羅校長，
刘副校长、郭副校长、各位嘉宾、各位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应届小六毕业生吴嘉嘉。今日好荣幸能够代表小学全体毕业的同学上台致辞。首先，我要感谢各位莅临我们的毕业典礼。终于都毕业了，我的心情十分复杂，既对学校依依不舍，又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即将要告别我们的小学生活，告别一直以来用心栽培和教导我们的老师，告别勤劳的校工们。回忆过去，我们在同一个课室里面认真地听老师讲课，在同一条跑道上快乐地奔跑，在同一片天空下嬉戏，在学校的生活有甜酸苦辣的滋味，更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还有老师的支持和鼓励，和同学的互相扶持，这些都令我印象深刻。我们在圣若瑟这个大家庭里面成长，也都在这里完成了小学的阶段。每一位老师都好像父母那样照顾我们，每日都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们，一下子要离开陪伴我们成长的小学老师，心里面真是不舍得。我们亦都藉此机会向所有老师致敬，感谢你们多年来的教导。其实毕业是每一个学生的必经阶段，并不是代表结束，而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虽然会怀念过去的日子，但是我们更应该去期待未来，并且做好准备，用所学的知识为未来而努力。升上中学之后，我们会继续努力，不会辜负父母和师长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会谨记校长的教诲，以信心和勇气迎接未来的旅程。最后，我仅代表毕业的同学，祝愿母校继续作育英才，学校业务蒸蒸日上。多谢各位。Honorable guests, principals, teachers, and schoolmates,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today. Since we came to St. Joseph Primary School, we have made friends and learned how to get along with one another. We always played games and had fu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sincere thanks to our teachers and our parents. They have made our school life meaningful and enjoyable. They have been kind and helpful. They have listened to our problems so that they could help us. They have taught us to help and listen to others too. Although we'll miss you all very much,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future when we go to the secondary school. We promise to work hard and always try our best. Finally, thank you all again for being here today. Your presence has helped to make this a very memorable and enjoyable occasion. We wish you all the best. Thank you. 尊敬的女主教，尊敬的教育暨青年局代表郭庆吉先生，尊敬的罗校长、刘副校长、郭副校长，各位嘉宾、各位主任、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应届六年级毕业生黄安林。今天很荣幸能够代表小学全体毕业同学致辞。
我要感谢各位莅临我们的毕业典礼。回忆过去，我们在同一个教室里认真地听老师授课，在同一条跑道上快乐地奔跑，在同一片天空下嬉戏。在学校的生活有酸甜苦辣的味道，更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变化，还有老师的支持和鼓励，同学们互相扶持，这些都使我印象深刻。我们在圣若瑟这个大家庭中成长，也在这里完成小学阶段。每一位老师都像父母亲般照顾我们，每天都循循善诱地教导我们。现在要离开陪伴着我们成长的小学老师，心里真的舍不得。我们也借此机会向所有的老师致敬，感谢你们在这么多年来的教导。其实毕业是每一位学生必经的阶段，并不是代表结束，而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虽然会怀念过去的日子，但我们更应该去期待未来，而且做好准备，利用所学的知识为未来而努力。我们在中学会继续努力，不会辜负父母和师长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会牢牢记得校长的教诲，以信心和勇气迎接未来的旅程。最后，我仅代表毕业的同学，祝福各位来宾身体健康，工作愉快。谢谢大家。小学及幼稚园毕业生代表致送纪念品，请罗玉成校长上台接受纪念品。请校长与毕业生代表拍照留念。表演項目，阿 Sam 想睇咩節目啊？梗係聽小提琴演奏啦。咁就好啦，第一個表演節目就係小提琴演奏，由亞洲青少年小提琴家姚立雲先生同埋鋼琴伴奏陳思敏小姐帶領小學部小提琴班嘅同學演奏四首名曲，分別係A 辣椒旋律音階、大長今、往事難忘同埋快樂，大部分都可以只有學咗九個月。而同樣最細幾個學員只能就到一年級，由於係佢哋嘅第一次公開表演，請大家俾多啲掌聲鼓勵佢哋。Thank you.
Thank you.
大家之間不斷嘅友誼，有請來去班嘅同學。